大家早安啊，又是美好的一天啊！外面天气好好哦，风景一样漂亮。我们来看看外面有什么吧。哇，桌面上有芋泥炒饭呢。谢谢点 room service 给我，等一下我就来好好享用芋泥炒饭咯。但吃饭之前我要先下去游泳咯。剩下的就由摄影师跟你介绍吧。这就是我们最后一天在巴厘岛 Raffles Bali 巴厘岛莱佛士山顶泳池别墅，介绍给你们，拜拜。